EXO 成员伯贤平时就热爱打电玩，有时还会当起电竞直播主，入迷程度让粉丝都笑称是游戏宅男没错了。日前伯贤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发文，谈话有没有人很会打游戏，本来只是想要找粉丝随机组队的他，没想到却迎来一大票职业玩家，纷纷表示想跟伯贤一起玩。其中一个战队留言，听说你在找擅长游戏的人，请问是在找我们吗？让伯贤瞬间变身小粉丝，兴奋直喊这是真的吗？就连世界冠军团队都特地录了小影片邀请伯贤组队打游戏。안녕하세요위켄님저희는아직비가하시죠저희가꼭치킨먹여드리겠습니다。原本该是艾丽们可以和自家偶像打游戏的难得机会，意外成了伯贤自己的圆梦现场，让粉丝们都笑说现在是连电竞选手都要来跟我们抢欧巴了吗？